古巨基巡回演唱会 Part 2 呢日起红馆开首场，周慧敏、黄子华等人都有嚟捧场，舞台就沿用翻 Part 1 嘅三面台，就连登场都一样系坐时光机飞入嚟啊！不过大家就可能有少少滴汗啦。開 show 之前咧，有好多朋友咧短信我啊，有啲人面對面同我講，講得最多嘅唔係 good show， 小心啲啊，睇住啊嗰、那個窿啊。嗱，所以咧，我驚大家咧一路睇落去咧，始終有翻 part one 嘅時候少少嘅陰影啦。所以喺開場嘅時候咧，我希望唔係淨係聽到歡呼聲啦。希望大家咧就提一提我，準備三二一。好低 B 啊！而头场嘉宾就有容祖儿，佢哋仲唱出十三年前嘅经典 Melody 添。之后遭儿又爆料，古山古太经常私下晒恩爱啊。同埋咧，我见到一样嘢好眼冤嘅，就系咧嗰只手一定要摸住嘅。唔系，首先点解要部位都要摸住？点解用眼冤嚟形容先？真系火滚！火滚！系啊，不停都系摸住喎。大家你唔好误会啊，唔系古太帮古巨基按摩喎。是古巨基不停幫古太在那裡捏來捏去，其實為什麼要這麼冤氣呢？你為什麼會看我這些什麼微細的東西？我觀察入微嘛。是他有些驼背，我幫他捽直他。